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称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称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称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87页，487页，倒数第二行，从第二个字看起，六趣中，一切众生，命中之后啊，终因现前，于此身中依自身续世因缘，妄求世间父母，投身母腹，奉会之处，皆成著然罪业之体。这个地方呢，讲到中因，是一个人命中之后还没有去投胎，这个时候成为中因，我们一般人称为魂魄或者称为灵魂。中因这个名词，佛学大辞典有解释我们记录在参考资料里头，第16页。中因又叫做中有，中是中间，人到死了还没有到其他道投胎，在这个当中他有确实有神识的存在那么死死生彼中间所受的因行，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五阴的阴，也叫五蕴。居舍论以为有一定之中阴，而诚实论呢，以为无知。居舍跟诚实都是小乘。在中国隋唐的时候，有这两个宗那时候中国佛教是10个宗派。唐朝中叶之后，我们这些祖师大德就不用小乘做学佛的基础而用儒跟道代替。
啊，那么这1400多年，证明用儒跟道代替是可以的。啊，世世代代有这些高僧，啊，在家的这些高士，他们出现，啊，修行正果，啊，说明是可以的。可是，在今天佛门里面，小乘没有了，也不修儒，也不修道，啊，直接学大乘。那么，这是佛所不许可。佛在经典里面说，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叫非佛弟子。啊，这是劣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境界没有提升到大乘境界，没有小乘的根基。学大乘呢，把大乘当作知识来学习，现在所谓的佛学变质了。啊，问题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在先前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大乘全是知识，也就是所谓的佛学常识。不是菩萨了，大乘是菩萨乘的，受了菩萨戒就能算菩萨吗？啊，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我在新加坡，纳丹总统也跟我说过，啊，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啊，他坐在我的右手旁边，告诉我，他是印度人，他信奉的是印度教。可是，他一生最佩服的是佛教，就是佛教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我第二个遇到这样的人啊，说一样的话，他跟张家大师说的完全相同。那我们相信张家大师话不是他随便说出来的。啊，实质就是真心，真发菩提心，大乘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没有发不算大乘。啊，可是发菩提心有一定的条件，啊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是菩提心。啊，毛主席说过一句话，是真正的菩提心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这是菩提心。但是几个人做到了？说出来了，没做到。啊，菩萨了，发菩提心
发了之后要做到啊！现在发菩提心，多半是口皮上的菩提心。对于菩提心真正的意思没搞清楚啊！每一天读诵这个经文，算发菩提心吗？不算呐，这个要知道啊！读诵是求解，有时候我们还把佛经解错了，会错了意，讲错了，学错了，以为自己真正在修行。啊，所以《大乘经》里面说得很好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啊，要什么人说？要有修有证的人来说，啊，才不会说错。那今天有修有证的人找不到了，这是事实。啊，证的人没有。真正有修的人，依照经典所说的学习，真干，那也就不错了。啊，如果依照经典修行的人没有了，那我们的学习就变成了学术。啊，现在大学里面开的佛经哲学。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，佛法变成学术了啊，在学校里面，甚至也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有，我见过，用佛经写博士论文。啊，中国有，外国也有，啊，中国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，外国我在美国看到，在英国也看到，啊，这个是不是真法呢？不算，方东美先生当年叫我。确实是从学术这个角度啊，接触佛教的经典啊。但是方老师这个人很聪明，到晚年呢，他真的切入了啊，真正切入没多久呢，他老人家往生了。教我的时候，跟晚年在一起跟我谈佛学的时候，心态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早年教我那个时候，对佛法还有批评，啊，认为佛经里面呢，有一部分确实是高等哲学，但是有一部分呢，还是迷信。啊，到后来才晓得，迷信内部那一部分，比我们所知的高等哲学还要高。啊，这是到晚年的时候接受的。啊，那个必须要深深的定慧，才能起。晚年
老师皈依了，叫广清法师给他主持的皈依典礼。好像也就是在那一年往生的。学佛，佛不让我们列灯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那么现在人喜欢列灯，不甘心，不情愿学小乘，又不肯学如根道，我们是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提出儒的《弟子规》、道的感应篇，用这两样东西做根本、做基础，够不够呢？实在讲不够。可是如果真正深入也行。我们知道是善业、十条，看起来不多。阿罗汉把这十条展开来，变成3000位。人家在十善业道上下的功夫深了。起的作用广啊，3000条啊！大乘菩萨就更殊胜，把这10条展开为84000条，菩萨84000细心归纳起来就是10条。佛经确实字字句句深广无有边际，实相如是。其他的这个经文字字句句皆如是，所以佛经受持一部一生专攻一样，其味无穷。为什么一年比一年深入，你就永远读不厌了。你在这个里面一定得到法喜充满。所以一部经透了，没有学过的一切经，只要一看全明白了，一听就明白了。它是贯通的，通到哪里呢？通到自性。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皆以自性为本体。所以，一部经通到自性，所以叫明心见性，见性没有一样不通。如果还有一样不通，它没有见性。见性哪有不通的道理呢？在中国我们看到慧能，在印度我们看到释迦，释迦佛一生所说的经，谁教的？他没有老师。他19岁出去参学，印度是宗教之国，许多宗教他都去设立，都去拜访，都去学习。印度哲学的宗派也很多，素论、瑜伽都是。他都曾经去学过，这是表法，做样子给我们看的。
啊，表演一个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啊，这些现在的一般知识分子搞了12年，大概所有这些有名的，通通都见到了。这才万缘放下，到毗婆罗树下入定。毗婆罗树就是我们现在叫它做菩提树，他在这个菩提下树下开悟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我的体会是，19岁离开家庭。放下烦恼障，30岁把所有学的东西放下，是放下所知障，2障都放下了，那个结果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们今天学佛。是在搞什么？所知障。所以学得不错，天天学，会讲也能写。横向的问回事情，没有得定的，没有开悟为什么不得定不开悟？把经典当作知识来学习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东西叫你放下，你也舍不得。放下就开悟了。这个做佛不是叫你学多少经教，做佛那个秘诀是叫你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就成佛。不是叫你学多少经教，不是的。起心动念有，这很难放下的。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，这个人叫菩萨。有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，只能把执着放下，这个人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可见的功夫全在放下了。那佛为什么讲经49年呢？天天教学呢？教学是帮助你看破。你为什么放不下？就是因为没看破。讲经教学帮助你看破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看破是帮助你放下的。那我们听了佛的教，不肯放下，那就没法子了。那还在六道里头讨生活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些道理一定要把它搞通、搞明白、搞清楚。不搞清楚，我们就会学错了。学错了的人很多。走偏了，走邪了。走偏了，还会回头。走邪了，回不了头了。以为我们所学习的这就是高等佛法，那就回不了头了，那就错到底了。所以佛法讲的是信、解、行、证。
教有四种。有教，有理，有行，有果。佛的话，佛讲这些干什么？那教理行果，我们只在教上下了功夫，这个通了，理没通，行就没有了。佛是教，教是言教经典，要从这个教里头去明理呀，这个重要啊。理明白之后要真干呢。就是要真放下了，放下就真果。那么佛教今天它是四种，我们只搞了一种，怎么会成就？搞一辈子也搞不通啊，不如念佛人。念佛人念一辈子，还有往生的希望。这84000法门，这是教啊，都有教理行果。日本人这个祖师讲教理行证。果就是证。就成果，这个是佛教的难处，真不容易。起一步就是十善业道经，十善业道经还有基础，那就是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。这两个如果真正下功夫学到了，十善业道经就很容易。这两个如果没有根底，十善业道经也变成一种学术。你只通他的教，你理不通，你行做得不远，做不到。不但大乘不能用你做基础，小乘也不行。这就是佛法是教学，这个教学不能练等，一定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循序渐进的。那么中阴到底是有是无？你看小乘这两派，居士说有，乘师说无。大乘宗以为有无不定。大乘的解释就解释得好。为什么？极善极恶之人没有中阴，知之所至啊，愚皆有之。这个说得好。极善的人，寿命中，他就升天了，当中没有中阴身，不必有这49天。49天是普通现象，绝大多数，也有中阴呢，有好几年的，他才去投胎。
啊，甚至于有些中阴变成树神，他依附在一棵树里头，他不离开了。啊，能够依附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就变成树神了。啊，树本身没有神。啊，就是中阴依附在那里，时间久了，啊，自然变成树神。那个树就是他的家。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中阴，啊，这个地方一断气，那个就叫莲花化身。地狱没有中阴，造极重的罪业啊！这里一断气，那就叫无间地狱。它没有中间，这个中阴是中间啊！这一断气的时候，地狱就现前，它就堕地狱。其他的哪一道，他都看不到啊！中阴是人死了之后。他什么都没看见，啊，所以叫游魂。孔子在《易经》里面所说的“游魂未变”，那就是中游。啊，49天，这是一般现象，他就找到他有缘的父母，他就去投胎。啊，这个地图有人道有畜生道有魔鬼道啊，大概就这三道有种啊，人道，大富大贵之家，他修的自己修的佛宝塔，也没有中阴，这种情形有，我们在笔记小说里面讲过，啊，这个地方死了之后，他就到那里去投胎了。啊，甚至他投胎之后，他对他前世事情记得很清楚。啊，他自己知道死了，哎，又变成一个小孩了。啊，他很清楚。啊，记得前世，这少数，没有隔音之谜。啊，那么投胎里面还有一种堕胎，啊，他跟这个人父母有缘，这个父母怀孕的时候是另外一种一个灵魂，大概是来讨债的，欠的很少，一出生就死了，啊，这个小孩灵魂走了，哎，他就抢着这个身体，就一下。附在这个身体，他就活过来了。实际上，不是怀孕那个灵魂。那么，这个堕胎的人呢，对于什么事情就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迷糊。那他没有这10个月，这个胎月之苦啊，很多事情受这个苦忘掉了，他没有经历这个堕胎有，真有其事啊。那么，这个小孩也很聪明。是在讲堕胎的，他一出生就会讲话，啊，但是不敢，怕家里人把他当作妖怪，会把他丢掉了，啊，所以他也很小心，也很谨慎。
那么这个有跟无大乘呢，确实是这样，是不定的。这就是即善即恶，即恶堕地狱没有终焉，即善升天没有终焉，往生极乐世界没有终焉，就无终焉。直接呢，到他所去的地方，其余的都有。大乘一章第八卷说：“命中运报中现，名为死有，生后死前，生是来生。”死之前，名为本有。出生之后，在死之前这一生，这一生称为本有。两生之间所受的因行叫中有。这个本有死了。还没有去投胎，这叫中有，名为中有，所受的因行，这个因行，有定功的人能看得到。不必要很深的定功，是小小定功就能看到，能看到阴性，看到中有，能看到鬼，鬼确实跟人这些东西，现在我们知道，全是。振动频率不相同，频率接近就能看到。我们从近代科学家这个理论能够联想得到。你看佛教讲看到宇宙缘起，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要八地以上。八地菩萨那种频率，跟宇宙缘起的频率很接近，它就见到了。如果达不到这个频率的话，它就见不到。我们的眼睛就不行。我们眼睛看这个频率很低，不是高频率。从电影这个原理上，我们就能够发现，就能解释这个十法界的众生，他们能见的、能听的频率不一样。我们知道旧式的电影，它的原理是用动画制作成，动画的频率是一秒钟24次的声音，那个电影放映机打开，它的频率是。一秒钟24张，镜头打开，这个幻灯片打在荧幕上，立刻关起来，再打开放第二张，
啊，一秒钟24章，我们这个眼睛被他欺骗了。那认为他真有，啊，也就是我们的眼睛看这个24章还行。如果这24章让我们看一张幻灯片，用这个速度放在荧幕上，就是说它在荧幕上只有24分之1秒，我们有没有看见？看见了，看见什么？看见光一闪就没有了，光里的什么东西不知道。只知道光一闪就过去了，就没有了。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大宇宙的缘起，它波动的频率是1600兆分之1秒，它就摆在我们面前。我们眼睛睁得再大也看不清，这它太快了。啊，24分之1秒，我们只看到一个闪光。现在把它的频率加到1200兆，不就是在我们眼前睁大眼睛没见呢，一丝毫感觉都没有啊？在这个频率之下，大声音，星球爆炸了。这个大声音听到没有？没有听到。它太快了，而他还没去听，它已经没有了。啊，我们懂这个道理，就人家见神见鬼的时候，为什么能见到？我们就晓得他的频率跟那个鬼神频率很近，哎，他就会见到。哎，距离远的时候就见不到了。啊，八地菩萨跟宇宙缘起时候那个时候的频率相近，所以他能看得到。啊，这是用科学可以解释啊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事实真相。大乘教里面讲的实相。宇宙万法的实相，就真实相。啊，佛法里面，这个宗教里头为什么能知道这些？啊，他们有科学方法，他完全用禅定。禅定的功夫越深，念头就越细，也就是频率就增加，大幅度的增加。啊，那么八地以上，也就是他们的频率达到1600兆的频率，那频率一样，就明明在眼前。这个道理不难懂。啊，像我们走这个百货公司有很多步道，电动的，它在那里转，两条。伴的速度完全一样，我们没有感觉它的动，走来走去嘛。如果一个动得一个快一个慢，你就觉得它动。它频率一样的时候，它就不动。啊，通通是这么一个原理啊。
这种波动心想频率不一样，在大宇宙里面，但是总的频率是快的，逐渐逐渐慢下来，最高的频率是佛，菩萨比佛教慢一些，阿罗汉又慢一些，人们的时候聪明的，有智慧佛他就高一些，程度差一点他就低一点。就这么个道理。文句是曰，这个文句是《法华经》文句，中阴导旋助根皆毁坏，有这么一句。中阴迷而不觉，实在讲，他迷得重，他要不迷，他就开悟了，他就脱离六道轮回了，在六道里面还去找个身体，这就是迷。佛学常用词汇里头叫中阴身，这底下就是词汇里头说的，又名中阴，即人死后尚未投胎之前，这个说的清楚，有一个微细物质形成的化身，化身身来维持生命，这个化身身呢，就叫做中阴身。中阴身在最初的49天中，每7天呢一生死，经过7番生死，等待业缘安排而去投胎。这个业缘不是人，是自己。自己一生所造的善恶业报。业缘牵引他去投胎，投胎也要找有缘的人，父母跟自己有4种缘，这是佛在经中所说的，四缘生法，这个四缘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不是这4种缘，不会变成一家人。于是乎，人要记得，人不记得，你家里头不会出圣贤，不会出孝子。孔子的外公就很厉害，他把他的女儿嫁到孔家，就是孔子的母亲。为什么嫁给他家呢？他看到孔家5代积德，修善积德，就断定他们家的出人才。《易经》里所说的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呐，“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啊。那么，积不善之家可不能把女儿嫁给他了，嫁给他的灾难来了。所以这个夫子的老外公厉害啊！也生了孔子。真的成为大圣人。孔子在世的时候很平常，平民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
也不富有。啊，生活勉强能过得去。啊，一生做官，在鲁国只做了个司寇。啊，司寇像现在是什么官？以前那个国君呢？鲁国的国君呢，就是现在的县市长、县长。啊，司寇，警察局长，管治安的。啊，只做3个月就下台了。啊，大概是啥？邵正茂。啊，有人不服。啊，他就下台了。啊，以后就是没有再做过官了。啊，周游列国，想求个一官半职，没人用他。这是我们俗话所讲，他没有做官的命。做官要有命，他没这个命。回家去教学，啊，没有想到教学会变成万世师表。啊，这么多人恭敬。哎呀，那为什么我一早就教学？孔子跟释迦有相同的地方。啊，孔子15岁游志于学，30而立。释迦佛19岁放弃家庭去求学。啊，30岁开悟。啊，那么释迦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孔子开悟之后没有展开教学，他想做官。啊，如果孔子30岁这个学问根底扎稳了，就开始教学，那他的成就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他一直到68岁，啊，没有人用他了，这才算了，这个愿望放弃了，回老家教学。啊，从事于文化工作，啊，整理古籍，流传给后世。啊，有学生3000人，啊，精通6艺的72人，啊，那么这是历史上所记载的。还是释迦如来聪明，啊，那个是有做官的命，生在国王的家里头，是太子身份，啊，不出家继承王位，啊，他不做国王，啊，他要去修道，啊，要去教化众生。这是志愿不相同。那么中英我们在此地所看到，啊，所谓7天1次生死，这就是中英所说的苦。每7天呢，他要经过一番生死之苦，啊，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自杀的人很多，人不能自杀。自杀之后，他的中阴身每7天呢要自杀一次，啊，自杀是很痛苦的，
每七天要重复一次，所以谚语所谓啊，他要找替身。他要找不到替身，他没有办法去投胎。找到替身之后，再随他的业力、业缘的安排，才能去投胎。那么这些事实真相，一般人不了解，以为自杀就了了，一了一切都了了，哪有那种道理？真正了解佛的经义，就晓得人决定不能死，死了就不得了。怎么不得了呢？六道各轮回去了。一定要在没有死之前，你还有一口气在，净土法门说。当你在断气之前，你觉悟了，这个时候，真心真愿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这才叫一了百了。往生是真了了，没有往生就不得了。我们总算把这桩事情认识清楚了。一定要知道，要小心谨慎。办一生最大的事情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叫了生死出三界。这个后面的文，如何如往生之善事？念佛往生的这种人，临终蒙佛接引，一弹指间，这是说速度，这多快呀！化身莲花之中，今生安乐之国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好，这世界没有三恶道，这个世界没有生老病死苦，没有求不得，没有怨憎会，在这个世界里头，真是心想事成。佛没有妄语，佛说的话句句真实。那么这个莲花，确确实实是修行人脱卸凡夫最深的寻幽宫殿。你能把凡夫罪业之身放下，你进到莲花寻幽宫殿。为什么它是寻幽宫殿？在那个里头不知不觉了起一个很大的变化。这个变化在佛经里头说转识成智，转拔识成思智，在莲花里头完成。
这绝对不是自己的能力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阿弥陀佛的加持，阿弥陀佛帮助你转的。啊，莲花再一开，你的身体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。啊，莲花好像阿弥陀佛这个模子一样，你在这个模子里头就成跟他完全相同的这身相。所以安阳当然毁灭，至神妙摄者。啊，安阳也是极乐世界，安是平安的，养是养育，养育这个人的慧命。啊，得的是法性身，居住的是法性土。啊，得阿弥陀佛48愿这加持，愿愿都是加持。每一愿都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。那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，无量的庄严。上面这几句话，表弥陀大愿。悲心至极，妙德难思。啊，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，啊，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才知道啊，不到极乐世界不晓得。又《大日经书》第15卷说：“如世人以莲花为吉祥清净，能悦苦众心。”啊，世间人把莲花，因为莲花它有几种特征。这个花根生在池塘的底里头，泥土里头。啊，茎通过清水，花开在水的上面。所以佛用这个表法，把池塘里面的泥比喻作六道轮回。把水呀比喻作四圣法界，那菩萨，你看，根是从泥里面是长的，但是它不然，它根还超出了水，水底是然，水代表静，然静两边不住，它开在水上。啊，六道是秽土，四圣是净土。啊，菩萨超越了，超越十法界了，染净通通离开了，生到十宝庄严土了，取这个意思，称为吉祥清净。看到生欢喜心，坚密藏中。这个密藏就是讲的自信，业以大悲胎藏，
妙法莲华为最秘密吉祥，一切加持法门之身，作此莲台也。大日经是密宗的根本法轮。经中这一段话意思很深，念老用它来解释啊，注解这段经文啊。那么密藏当中它表的是大悲太藏妙法莲华啊，大悲太藏，这是术语啊，是密宗的这个资料，是从佛学大字典记录的术语。太藏又曰华藏。为众生本具的菩提心，言肉团心所具菩提之理性，以大悲之万恨，而生长发育，又如母胎内之子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，故曰大悲太藏。我们知道人不可无悲心，大悲心是自信第一的。通常呢，把慈悲两个字合在一起。慈悲两个字以哪个为第一？以悲为第一，没有悲就没有慈。啊，慈是怜悯，是帮助众生离苦。啊，这个悲也，慈是娱乐。离苦之后，这才得路。没有离苦，路从哪里来？啊，所以拔苦是第一的，娱乐这接着来的。啊，我们看中国的文化渊源啊，中国传统文化从哪来的？就是从悲心里头出来的。啊，悲心从哪来？是自然的，不是人教的，也不是学的。啊，母亲对他的孩子，婴儿，刚出生的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为什么呢？怕他受苦，怕他受到灾难。啊，小心翼翼的照顾。
至少要住到养到3年，才比较放心。3年之内，母亲的心要念兹在兹，他什么心呢？就是要念念不忘。怕他遇到危险了，古人比现在人用心周到，怕这个小孩，他看到的，他听到的，接触到的，那有一些不善。那母亲特别防范，为什么呢？从小他就看到了，他就记在心里了。所谓是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这个时候把他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，麻烦可大了。一生呢，那有受不尽的苦。所以中国人讲求的叫胎教。胎教怀孕的时候就小心谨慎，大悲心就生起来了。母亲在这10个月齐心动念，纯净纯正，没有邪念，言语造作，决定远离一切负面、不好的，统统要远离。让小孩所秉的是母亲的正气。这个小孩自然聪明。自然好教。出生之后要照顾很周到。不善的东西不能看。不能让他看到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他所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。这样照顾3年。就把他培养成圣贤的条件了。这个小孩能成圣成贤呢？3岁他就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，他就有这个能力。古谚语有所谓啊，3岁看80。也就是说，3岁扎的这个根，80岁不会变。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达到了。那就是父子之亲。那种亲爱，一生不会改变。现在人不懂啊，没人讲啊，依照这样的方法做的当然更没有人，所以人全学坏了。古人也有话，说子不教，人心。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今天这个社会就应了这2句话了。子不教啊。
谁去教？父母不教，父母都要工作。啊，把儿子家里雇的佣人，让他们去教。到儿女变坏的时候，后悔莫及。中国古人有所谓“教儿婴孩”，从哪里要起？小孩一出生就要教他啊。那么今天的小孩啊，用人也怕麻烦的啊，他怎么教呢？叫做小小孩看电视，啊，叫小孩玩电脑，那小孩就乖了，不闹了。那么电脑里头、电视里头，叫做什么？杀盗淫妄。几乎全是负面的啊，正面东西没有啊，全学坏了，这你怎么办？无法拯救。啊，我们想了拯救之道，还是要用电脑，还是要用电视。啊，把电脑、电视的内容改变过来。啊，播言出去的纯净纯善。也许很。除这条路之外，可以说没救了。为什么？今天世界上人口这么多，你要是想来教学的话，要需要多少老师？啊，老师真正教学，学生太多了不行啊，照顾不到。一个老师教学，中国差不多古代也是如此。啊，教的学生不超过30个人，那老师能照顾到。最理想的是10个人，啊，老师的精神统统能贯注到。啊，所以家属在从前是家庭子弟学校啊，小孩多啊，有6、7岁的，有12岁的啊，秦先生不一样啊，小孩秦先生这个班这个教室，大一点的时候有了基础的时候，另外一个老师教那个班。不在一个教室，啊，如果是大小通通在一个班，那教不了啊，神仙也教不出来啊。啊，真正要有人才的话的时候，啊，真正有学问、有德行。那个人找传人，啊，真的找就几个学生，啊，
三个五个啊，真有成就，有传人。我们看下联句老句子，传人就黄连祖一个传法的。这样的人一生可遇不可求。传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这才有资格成传。啊，不老实、不听话，那就做不到了。啊，只能学一点常识。不能传法，那么找这样人到哪去了？啊，今天幸亏有这么好的工具，我们有缘用上了。要没这工具怎么办？只有一条路。念佛求生净土，除此之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这个办法真正有这种条件的，具备这种条件的，他在电视可以学，在网络可以学，甚至于在一部经的光碟上，他能成就。东北刘素云，他就用这个方法。啊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天听一个小时。啊，我讲解你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重复听十遍，也就是。每一天他听经十小时，十小时的内容是一个小时的，十遍，叫长时熏修。啊，一部经听完了，从头再听，10年没改变。他业障小了，三昧得到。有没有开悟？大彻大悟，好像没有。大悟有啊，怎么知道有大悟呢？他没有学过的经，请他去讲，也能讲得很好。啊，让听众欢喜赞叹。啊，这个没有大悟做不到。啊，彻悟没有。大悟有啊，彻悟是全通了，大悟是通，一个宗，跟这个有关系，这一系列的，它不需要自然观度。啊，通了之后，学教不难，很容易就切入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我们今天把它用在马来西亚汉学院，有人做出来了。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现在也有人做出来了。我们看到成绩了。这个门走得通啊，不是走不通啊，正确的道路啊。啊，这个下面有一段说，
又胎藏，为肉团心开敷之八夜中胎之大日。此中胎之大日，以大悲出生，无尽之诸尊，垂普门之华用，故曰大悲之胎藏。这些都是密宗所说的，意思很深很广。啊，肉团心就是我们的心脏，用心脏的表法，啊，心脏是八片，把它比喻作中胎，啊，中胎里面的大日如来。那么中胎的大日，以大悲出生无尽之诸尊，诸尊。广义的来说，十方诸佛。啊，垂普门的华用，教化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。啊，所以称为大悲胎藏。胎是比喻，啊，比喻能生、能养育这个意思。啊，在显教里面称华藏，啊，《华严经》里头华藏世界，在这个里头孕育诸佛如来，啊，实在讲呢，就是净土讲的十宝庄严土，那就很清楚了，十宝庄严土就是胎藏，里面孕育的是41位法身大士啊，所以这个胎藏能生福能在培育诸佛，诸佛如来在此地以大悲心应化在十法界，度化众生，这就是普门的化用。一直到他自己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，啊，他自然就回归常寂光。回归常寂光，就是成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去看，这个胎藏的意思就非常明显。啊，它是比喻。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很深。我们要懂得佛的这个意思，啊，做母亲的人懂得，他就能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大圣大贤，啊，出世法里面，他能培养菩萨，培养佛陀。啊，那么这个胎藏就是道场，啊，佛法里面的寺院庵堂，
寺院庵堂的和尚，就像母亲一样啊，他要会培养啊，不会培养，这些小孩都糟蹋掉。古时候培养容易，他有那个环境，内外环境能配合。现在难了，内外都乱了。怎么乱的呢？把戒律丢掉了。传统文化要行。正法要行，离开戒律，决定做不到。那今天我们有幸还看到一个人，台湾的国清法师，这30多年他没有改变。专攻戒律，戒行相应，让我们在佛法看到一线光明。这一线光明要把它发扬光大，光大要靠语言。语言来自护法，古时候护法，佛把这个工作付托给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，国王大臣有权势来护持，长者居士以财富来护持。佛法才能光大，要没有这个护，这样的护持，不能成就。这是大功德了。佛法能不能延续下去，全靠护持啊！真修行的人有啊。没有环境，他没有办法了。我们想学，没有环境，逼着你，那流离流浪，流浪只能成就自己，不能成就别人。所以我们出生在这个时代，没有遇到真正修行道场，这是自己没有福报，众生没有福报。国清难得了，师父护持他，师父过世，他就是接受这个道场。能够几十年不离开，成就了。所以我们想想过去住持道的。住一个道场，一辈子不下山，不离开。
你就想到他心是定的，他没有杂念，他没有妄想。啊，他在这里临终教学，自己如如不动，学生也如如不动，啊，都有成就啊！啊，我们没这个缘呐。居无定所，到处流浪啊！过去那么多年，每年至少会住10个以上的地方，平均一个地方不到一个月。讲经教学什么有中断？广结善缘，只能做到这条。啊，培养下一代做不到。啊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道场，这是居士们在此地居住。志同道合，有这么几个人，一个人买一栋房子，住在一起，这不是道场啊！啊，这个地方不能成就人的，啊，这也是非常不得已。都市里面染污太严重，啊，空气不好。我们搬到山上来，啊，这个山上乡下，跟市区里头差很远，啊，这是乡下的时候也有很多古刹了。几百年的道场，我们没有分呢，进不去了。啊，那个都变成自身庙了。啊，所以缘不是容易事情，缘很难啊。再让我们想到世尊。为什么把护法交给国王大臣？大夫长者，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了。啊，红护都要靠佛力加持，佛加持那些人，加持有福报的人。啊，他没有福报，佛不会加持他。加持他也受不了，啊，那么我们只有做本分的事情，把本分的事情做好，希望能影响到下一代。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啊，那我们这一代呢，做宣传工作。现在社会大众对宗教、对佛法有很深的误会。啊，能帮助他们把这个误会化解。啊，让大家回过头来，一回头，佛报就现前；不回头，佛报不会现前。啊，我们只能做这份工作。啊，
那么在此时此处，这个工作是必要的，应该努力去做的。啊，自己一心专修净土，啊，个人修学的目标决定在极乐世界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遵守贤守过失还原观上的四德，随缘妙用，威仪有则，柔和制止，待众生苦。那我们的任务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下面要留意真正发心的人，帮助他。啊，发心不真诚，有缘也帮助他。希望他深入经藏之后啊，真正的慈悲菩提心会升起来。啊，只要他觉悟，真正离开染污就行。那么底下这一段，一切加持法门，至身作此莲台，这个加持，加持怎么个说法？这里解释得很清楚。加福福利于软弱之众生，而任持其众生也。这是加持的意思。啊，来自诸佛菩萨他们的大愿大行功德之力啊，那么加到软弱众生之我们，啊，我们的智慧，善行，功德都不足，这就是软弱。要得佛力的加持，得佛力的加持也要有条件，条件是什么？真心、真愿啊，真干。换一句话，还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有这三个条件，很容易得佛力加持。这三个条件缺一个，佛菩萨的愿力加不上。不是不加，你没有办法承受。啊，佛菩萨的加持像阳光普照，你要躲到阴暗地方不给他照，这没办法。啊，所以老实听话真干是修行正果的秘诀，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。啊，认识认运就是自然，
自自然然的，啊，持其众生，啊，他所加的众是自然的，没有丝毫勉强。刘素云听我讲经10年，我们不认识，没见过面。他在东北，我们在国外。啊，但是他每一天功课不缺，非常认真努力学习。啊，成就之后，我们才知道。这个就叫做认知。啊，没有丝毫压力给他，自自然然成就了。又佛所加的三昧力，有众生之三业认知。佛的身口意。加持给这个众生，啊，给这个众生的三业也是身口意，这个例子，我们看地贤老和尚念佛的徒弟郭罗匠，就是这个例子。阿弥陀佛的身语加持给郭罗匠，他成就了非常殊胜的成就啊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的成就。他要不得佛的三昧力，他怎么能成就？不认识字，一天经教都没学过，啊，只是地贤老和尚找这么一个破庙，这是他的增上缘。啊，让他在这个里面好好的念佛，就告诉他一句话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嗯，他真听话，3年如一日，他完全做到了。啊，欲知时知，站着往生。啊，往生还站了3天，等老和尚给他办后事。啊，这是佛的三昧力的加持。又祈祷者，为加福佛力于信者，是信者。受受其福力，故祈祷直曰加持。那么祈祷的加持，完全看祈祷的人他的用心。用心呢，就在祈祷那个时刻的用心。啊，祈祷是最极真诚，感应不可思议，非常殊胜。啊，平常的心散乱，啊，祈祷的时候，他把散乱心统统收起来，一心一意，奇迹就出现。啊，集体祈祷。力量更大，
预言上常讲有灾难，到时候灾难没有了，什么原因？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人知道有灾，多少人祈祷，不是灾难没有了，灾难给化解了。这个道理，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尤其大众在一起，那个集体的念力能量更大。甚至于这些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上现在的居民7亿人，70亿人，70亿人造作的恶业。多少人真正祈祷能把这个罪业化解呢？这些人口总和的1%的平方根，1%的平方根不到1万。应该是8000-9000人的样子。这样的人在这么多人在一起祈祷的话，就能够消除全世界这造业的人他的果报。真正不可思议。有没有例子呢？有例子。我们看到日本蒋本山博士的祈祷。他用一个海腕，其实那是壶，日本的琵琶壶。日本琵琶壶很大，真的像海一样。这个海腕呢是死水，20多年，水气味很难闻，很脏很乱，他就悬在这个海腕，找了100多人，大概150多人，请了一个老和尚，90多岁，可能这个老和尚现在不在了。请他带头来祈祷，1个小时。所有参与的人好像是350，我记不清楚了。交代这些人呢，1个小时当中，把所有念头都放下，用清净心。只念一句话，跟着老和尚一起念，湖水干净了。就这一句话，心里想着湖水干净了，口里念着湖水干净了。300多人是念1个小时。3天之后啊，湖水真干净了，味道没有了，脏乱没有了。这桩事情，日本新闻报道了，电视台报道了，媒体都给他报道了，延续了6个月。6个月之后啊，又不行了。所以我告诉江本博士，你最好每3个月去祈祷一次。他不就长远干净了吗？这就是说明说，这一次祈祷的力量会把这个问题化解了。如果继续在不祈祷了，继续胡思乱想了，这个灾难又会现前。灾难亦如是啊，祈祷不能间断。
我们号召全世界净宗同修。我们净宗同修不止一万人的，每一天为世界上各地灾难做祈祷，会产生一定的感应。这种感应不可思议。这就是属于祈祷的价值。加持就称之为祈祷。密言抄里面说加持，加为加皮，持为认持，佛以上神力加皮认持先前大众，得见如是不思议庄严境界。我们只要细心冷静去观察，能看到效应，加强我们对佛法的信心。对一些不思议境界，逐渐逐渐的，对这些神奇就明白了，就习惯了。真有这个力量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